泽三点水靠近一点，因为它待会最后会拉得非常长，这个逆上去，好，点向中间包覆，向中间集中，挑起来带过来，滑动封好，然后这边保持行书流畅的感觉，带起来，拉很长，拉过去，停住，然后点挑起来，撇，虽然隐藏在其中，可是该做的行书动作都要写出来，包含这个扭转产生的效果都要写上。好，到最后就是一个一竖，那这一竖非常长，要有心理准备。很多人竖写太短，那个重心都偏低的，因为这个竖长，这个勾要勾不勾的，则。